你给我出来！他们大家好，我是陈大浪。 在通阳南路啊，听说开了家大浪小酒馆，TM 的是我儿子开的吗？今天就去看，他家有啥？是烧烤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好，您是一个人喝点酒，露点串？哎，你不是那个群大浪吗？来来来来，老板，你们是小酒馆，结果还卖烧烤，开玩笑，这种味道那好到哪边去啊？什么狗屁网红群大浪？一看就是平吃平喝的主，算了，破产免灾，喂狗了呗。小酒馆不大，这里面还蛮暖和的嘛。哦，这个菜单有酒有串，还有套餐。 为啥是这种不锈钢桌子？大叔，串哪里学的？味道行不行？正不正宗啊？笑话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徐州，我这次特别升级一下，从我师傅的师傅师祖那边学的。5个羊肠，5个小腰，5个肉筋，5个梅花肉，1瓶可乐，您的套餐齐了。 我们这个串儿原汁原味的徐州味儿，您平时还真吃不到。我们就这个4个小串的特色，一套餐也就29块8，您来尝，不好吃啪啪打脸。哎，老板，打住打住，怎么开始做广告了？我东西还没吃呢。来，友情您各位，啊，友情提醒：开车不喝酒，未成年人不喝酒。 这羊肠啊，一包油，但是肥而不腻，外干里脆，这口感真的无锡很少有，绝了！小腰吃的也不少了，他家绝对嫩口。虽然是小串儿，分量还是可以的。哎，看着这个料很重，但是入口一点都不咸。无锡我还真吃不到，蛮正宗的。哎，这小炉子啊，温个串，热个串。 还能5个手，冬天必备，蛮好。老板，串子不够，再上点你们家招牌。来了，沈阳烤鸡架，店里的主打菜。哎，这个好，滋滋冒油。您好，那个鸡架要不要放您切一下？不，手撕有感觉啊，这种焦脆感。到真没想到你们家的鸡架子烤的是一绝。哎，真的是绝绝子，有你我这方吧，哎，这熟，先给老板过来一种自由菜菇，可以个。嗯，真的没想个，大到老塞的是。啊，老板，吃饱喝足，宴券，宴券。啊，不，不用，就当我请你吃了，好吧。 嗯，走走走走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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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开玩笑吗？我们都哪边吃饭探店都是付钱的，妥妥的正能量。走。哎，没想到秦大浪吃个饭还真买单，这种网红多还不多的。哎，不管他，送外卖去。